那边天堂点灯啦。这件好不好？买给你。然后你看，你看前面的富士山景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子看着富士山，完整的富士山哎，真的超美的。这一位娜娜口上走得很快，哦，Miki上，Miki讲，你要下雨，那些丝绸。带我们去哪里呀？这里特别好漂亮。我们现在在河口湖骑脚踏车。
好美哦。我们现在在过河口湖的大桥，然后看着富士山骑回去，那边有船可以坐的样子。前面就是我们的饭店的公园。很多人在那里拍照，漂亮啊！
里吗？对，哇，出现了，哇，漂亮啊！有啊，好漂亮啊！哇，好漂亮啊！啊，好漂亮啊！我底下有堵了，我这边不来了。哇，看，好漂亮啊！白雪的富士山啊，看到没有？白雪的富士山。好美啊！另一边是大永谷，好开心哦！能见到白雪富士山，真的太难得了。来到大永谷了，漂亮啊！很壮观。哇，对，小鱼跟着那个帽檐还短杆，规定要吃的。大永谷的黑鸡蛋，这是今天的午餐。我喝不来。那红焖乌吃五颗蛋当午餐。蛋蛋上面吃啊！嗯，芦之湖，还有枫红，去趟海贼船啦！我们升等了。我们是坐铁达尼的头等舱。头等舱的，好棒啊！哇，在上面看，头等舱可以进来的地方，好漂亮的枫红啊！哇，看看，现在是枫红的季节。到甲板上来看看，好像一幅画哦。海上鸟居在那里，好漂亮哦。好了，我们要揭晓我们的横滨饭店的夜景，到底有没有？好漂亮哦，真的太棒了，太漂亮了。这个饭店在 booking 的时候，他就会给你选夜景，你要选，你要摩天轮方向还是要河的方向？好，那我们就选这个方向。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对，我们好厉害，厉害，好棒的夜景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14平方公尺的房间。哇，
真是小巧精美，但是放行李的空间有。这边。好，衣橱也有。哇，有欸、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哇，这个可爱的小衣橱，所有的空间都淋漓尽致的运用。穿衣镜有吗？穿衣镜有，一定要有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厕所，打开。哇，浴缸蛮大的耶，重点是夜景超棒。这一晚只要多少钱？1000多块。1000多块的夜景，这14平方公尺，我们在横滨的晚上的夜景，哇，我们的窗景就是横滨的夜景，太美了。好啦，我们好好休息吧。